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摇滚大厨。最近这天热的人都快化了，今天就弄点清爽开胃的小凉菜，酸辣黄瓜卷。黄瓜切头去尾，用削皮器把黄瓜削成薄片，嫌麻烦也可以切成粗条。削好之后，如果不着急吃的话，最好用盐杀出水分，再清洗一下，就不容易出汤了。把黄瓜片从一头慢慢的卷起来，卷好就是这样的，像一个翡翠大扳指。把黄瓜卷整齐的码在盘子里，这样看着一份就能卖88了。来一把干辣椒，倒入热水，把辣椒泡软，泡软的辣椒去籽儿，改刀切丝儿。炒勺里加香油，加一小把花椒炸糊，炸香之后把花椒捞出去，放辣椒丝儿小火煸香，再放姜丝儿炒出香味儿，加黄酒、白醋。白糖比白醋的量少一点，加点盐，转大火炒汁，把汁收到浓稠，晾凉后浇在黄瓜上，再撒点芝麻点缀一下，一道酸辣开胃爽脆可口的酸辣黄瓜卷这就得了。